给答案明天就好的，好吧，好的，就是好了好了，大家辛苦了，今天是真的最近辛苦了，也辛苦你了，准备了这么久，每天晚上都熬夜。别哭，没哭。你看一下，真的很辛苦。对，不是啊，就是有一点，你不要这么说。真的很不容易，正在吃东西。哎呀，又不是以后没有舞台机会了。没有。就是没有，就对，舍不得，就刚刚怎么说那种感觉，没什么。哎呀，就是一段旅程落幕了，但是呢，也是我们新的旅程的开始。对，未来我们一定会在更好的地方跟大家见面。然后我在也希望我们是啊，大家喜欢我们是件不会错的决定。好，好吗？skirt， 好的，噔。其实还有就挺多机会的，只是一个节点的结束吧。谢谢谢谢蹦迪。好吗？我们未来都一起变得越来越好。对，而且我每次就是看到自己做的一些节目啊舞台，我们就是如果表现得很好，然后大家喜欢我们，也会特别开心那一天的事情的。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或者没有做满意，我们也会不开心。嗯，其实有时候就是大家的反馈就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。嗯，比如说我们看到大家给我们评论啊转发啊说话啊，就是挺开心的。谢谢你们。还有金曲，就是今年就是有一点那一点遗憾，就是可能我没有办法参加金曲嘛，毕竟我们就是一开始就全力冲刺，就是的青岛巡演什么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对啊，就是虽然是一个遗憾吧，但是没关系吧，可能以后还有机会。但其实对我们来说，舞台次数是越来越少，因为我们俩毕竟都快。但是我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都快怎么了？都快我们年龄快打不上。成了，我又要哭了，我晕了。马上给闺女看，说我年龄大。没有啦，我们天哪，18岁还可以在这里待上12年。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待12年呢。12年，谁要给你待10年？好了，大家早点休息吧。好啦，就是今天就我们来打个招呼，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，我们明天还要见，再哭了就丑的要命，明天就肿。打卡，来这边先这个镜头，这个镜头，终于默契了一次。好，这边吗？